陈凯琳妈咪 Connie 最近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自爆，当初女女和郑嘉颖拍拖的时候一直都很反对，更加拒绝见郑嘉颖，后来被她的热情、有礼貌和诚实改观，现在被这个女婿有101分了。得到家长长辈接纳这一段的婚姻，陈凯琳和郑嘉颖开心到晒幸福。陈凯琳就趁住今日母亲节上载多张和老公一家四口去到沙滩玩的相。陈凯琳就透露，日前一家人去了朋友家聚餐，于是趁住机会去到沙滩拍照，见到两岁的大仔 Raphael 在沙滩狂奔，郑嘉颖就一直在隔离陪住，而九个月大的细仔 Yannick 就由陈凯琳抱住，被他的脚仔垫下水，又说他们两个只是玩了15分钟，但是两个仔仔已经玩到湿了。